上回提及到我们在桂絕台湾的北投麗希温泉酒店的一泊二食住宿体验，只能够说又是一次回不到转头的享受。想看回的朋友可以看现在右上角弹出来的连结，或者片尾都有相关的播放清单。依依不舍地去离开，就回到台北的市区，试下同样顶尖但完全另一节奏的享受，台北文化东方酒店。作为全台唯一一间位列福布斯五星级酒店之列，它的牌都很精简地解释了它的地位，就是 One of the finest， 就是最好中的最好的级。酒店的摄人魅力由这个融合了时代感和古典美的欧式古堡外表，就已经好像磁石地锁死了我们的视线。跨过文华这个最标志性的扇子 logo，就是这个带有宫廷风的典雅大堂。我想给大家听下这五万粒的水晶吊灯的声是怎样的。象牙白为主调的大堂就好像宏伟的教堂一样那么有空间感。文华东方这个品牌是我觉得最适拿捏那个内敛奢华的分寸，用料上乘，而且装修的细节位置上一丝不苟，配以片木所及，多到可以顺手拈来的艺术品，展露出无可否认的奢华格局。但是色调的沉稳，服务员的温文尔雅，一些淡淡而且不刺鼻的香味，提醒翻这个是文华东方，它一点都不张狂，不是那些穿金戴银的暴发户，而是一个端庄的贵妇。我们的房间是文华客房，大约70平方米左右，宽敞舒适不在话下的了。间房的大概刚刚开头那次大家都感受过的了，所以现在来逐拍看看。床褥它表层软熟，睡上去你会感到承托力都不遑多让。皮袍就好像用一层丝绸包住你一样咁滑，所以真系一觉瞓天光，想发噩梦都难啊！平时我哋话雕花咁靓，呢度个床头板系真系雕咗花，喺啲皮革度雕花，仲雕到咁栩栩如生，真系好有匠心。缩细空间，光洁明亮，归功于典雅嘅大理石嘅衬托，精致嘅器皿贯彻翻酒店嘅一丝不苟。浴缸 size 中规中矩咁样啦，两个人浸将就一下 OK 嘅。当然啦，你冇得同丽希温泉酒店嗰个用观音山石整出嚟嘅泡汤池相提并论，你可以话系蚊比同牛比啊。浴缸同间房系相通嘅，所以你可以一路浸浴一路睇电视。干湿分离设计基本噶啦，佢有花洒、挂墙式同埋瀑布式嘅三种出水池。的选择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瀑布式的水压是缸中带油的，即是它不是那些水压会劲到好像被人打了几拳那些，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好了，那厕所呢，它就位于一个独立的小空间里面，它被这个优雅的 Tiffany Blue 的墙身包围住，算是弥补回四周密封 的缺陷，所以身处其中你又不会觉得很局促的。因为间房够大，所以有埋呢一个唔少女士梦寐以求嘅独立更衣间，连埋个化妆台。我谂单单呢个三面镜已经好似一个黑洞咁样，每朝吸走佢起码半个钟嘅时间。窗外景致，骤眼睇落比较普通，但呢度因为唔似香港咁充满屏风楼，所以啲景观都算开扬嘅。楼下绿树成荫。酒店位置 是处于那些比较远离闹市繁嚣的地方，所以真是一个好像自成一国的古堡那样。好了，这样间房算是大致看完的了，现在带大家走一圈间酒店先。话说入到来酒店之后呢，我对眼就经常情不自禁地望去天花板，因为酒店的灯实在美轮美奂到有点过分，数之不尽不同形态的灯饰，不只出现在头顶，也都遍布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形态各异的灯投射千变万化的影落去墙身，落去地板之上，
透过这个光影的交替，营造出相当有质感的格调。当你漫步在酒店当中，你自然就会体会到有几唯美。古堡咁嘅外貌亦都好似古堡咁大，行极都觉得系行唔晒咁样。酒店入面有呢一个好似欧洲小镇一样咁样嘅中庭，睇落有啲似嗰啲意大利嗰啲小广场咁样。日头你话喺度食个甜品饮杯咖啡都够晒慢活。中庭呢度有一间其貌不扬，但入到嚟会令你眼前一亮嘅餐厅。餐厅主要提供啲巴阔之类嘅轻食，你当个下午茶咁食都 OK 嘅。餐厅嘅用色好大胆啊，嗰啲鲜艳嘅颜色相互碰撞，俾人感觉好有活力。当然啦，仲有呢啲充满后现代风格嘅画嚟画龙点睛。呢间餐厅同酒店一样系一脉相承，都系单单呢啲灯饰都已经足够令我目不暇给噶啦。但最大的惊喜都是食物，我们叫了一份牛辣肉意大利饭，我那个就是一个肉眼扒三文治，各自都大约是400元台币的价钱，但比到400元港币的质素。两份牛的生熟程度、口感、硬度、调味都是无懈可击，意大利饭湿润得来不软烂，我份三文治呢就看到相当酥软。如果呢间嘢开喺香港嘅话，我谂我应该每个月都会去拜会一次先够。餐厅嘅隔篱就系享负盛名嘅文化病房，可以话系实力嘅象征，美味嘅代名词啊！驱使我哋过嚟买嘢嘅系房入面一入去就已经见到嘅由店家送嘅两件凤梨酥，好味程度系会令你有冲动落去买一盒自己一个食。所以如果你话想去买手信翻去送人嘅话咧，咁我觉得文化饼房嘅出品系会令收到嗰个人都会爱不释手嘅。咁我呢啲作为算系忠实嘅文化 fans 啦。咁除咗手信之外，都买一啲精品嚟和佢哋把扇咁样，作为我嘅少少嘅收藏。酒店嘅泳池喺户外，咁当然啦，佢唔系恒温泳池，但胜在喺正个古堡之下游水，真系别有一番风味。泳池隔离的这个空中花园呢，就是这里的婚宴服务的一大卖点，作为一个绝佳的布景板，可以说点影都靓。文画的 SPA 和文画饼房可以说是齐名，都是酒店的王牌。这里的 SPA 一共有上下两层，一共有12间的水疗套房，可以说是全台湾最齐全最豪华的水疗中心。其实何谓套房呢？我揀当中一两间来开箱给大家看看。入到来你就发觉套房之名真的当之无愧。首先尺寸而言已经远远大过一般的客房先了。另外就是这里的设备相当齐全，空间都很宽敞。除了刚刚你经过了个玄关，经过了个休息室之外，就来到这里有两张按摩床。行入一点分别就有梳妆台、淋浴间等等，可以说一应俱全。当然了，一分钱一分货，所以个价钱暂时对我来说呢都还是有点遥远，都是参观一下算了。最后讲一个餐饮了，订房我已经选是包了早餐的了。早餐就在这间叫 Café Andoutois 那里吃，法文听起来好像很型，但变回中文的意思就是 Café 123的意思，超级气啊！呢个名字，适逢呢期系个餐厅啊做紧呢个加拿大风味嘅主题，但我食完成餐我都发觉边一 part 系特别有啲叫加拿大菜嘅嘢。我谂最加拿大嘅感觉就系啱啱喺门口嗰两只熊，同埋一阵间装修都会见到嘅一啲枫叶啊，仲有啲加拿大国旗等等。餐厅嘅环境相当别致，天花板融入咗镜像玻璃。在灯光的映照之下，整间餐厅有种逢不生辉的感觉，璀璨之中又带点梦幻咁样。窗边的位置呢，有啲好似半包厢咁样嘅感觉添。嗱，每张嘅台面上都有张纸去俾你剔你啲蛋制品想点样整法，例如话你又想暗裂啦、炒蛋啦、温泉蛋啦、全熟蛋啦等等，好多好多种玩法。食物选择都唔少嘅，
亦都发觉明显地有唔少比例系台式风味，例如话呢啲湿薄乳粥，又或者话有啲系日式风味等等。我谂感觉上其实啲住客可能有唔少都系日本人添，因为喺餐厅嘅范围内，耐唔耐都会听到啲职员用好流利嘅日文同啲住客交流，好鬼劲。呢间餐厅晚黑都会提供自助晚餐嘅，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嚟试试。至于早餐嘅味道呢，不过不失咁啦。但同广州嘅文化东方相比呢，始终人哋猪肉在前，格调上同台北呢间不相伯仲之余呢，但早餐嘅水平可以话系一试难忘，不负食在广州之名。台北呢间系欧洲宫廷风，广州嗰间呢就系充满东方嘅古典韵味。两者的味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如果想看看广州那间的住宿体验，可以看现在右上角弹出来的链接。刚好我们几天去台北那几天，就刚好真的打风，打到正。当中有一个情况下，还要去到要提早停工停课，连餐厅的预约都被取消了。虽然有机会试到酒店的房间服务，电话落单之后40分钟，职员就会推着食物上来，会问埋你想话拣喺床边食啊，定系喺窗边食？咁我哋系拣咗喺窗边又近床嘅位置。咁佢会用保温箱装住啲食物，咁啊上台嗰一刻仲系热气腾腾嘅。食物呈现唔会因为话你喺房入面食就会变得求其，啲备品依然都会系咁充足。要做到五星级的家，其实靠嘅绝对唔单止系硬件上嘅优越。重要的始终都是软件上的温度。举个例子，职员打招呼的时候会叫得出我和女朋友的姓。离远听见我们讨论紧啊唔记得大遮的时候，他会主动递把大遮过来。call Uber 的时候会帮我们企出门口去留意架车到未。执完房又会铺块细细的布来占住我们用的东西，还要帮我条充电线用线圈收纳好等等，好多数之不尽细眉细眼的位置。但这些东西聚沙成塔呢，就成为我们对酒店的印象，就是果然不负门口那块牌子所形容的 One of the finest。 好了，今次台北住了的两间酒店都介绍完了，跟着下来就来讲一下美食。片尾就是其他酒店体验片的播放清单，喜欢这个系列的可以赞好、分享给朋友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条片再见。